不能在这一生解脱啊，往生成佛还搞六道，那我们可以想想，我们造作地狱的业肯定有，就在学佛当中就造地狱业，自己不知道啊。我们有没有障碍别人学佛？有没有让别人在佛法里面生起疑惑啊，退转信心？如果有的话，这就是地狱因了。我们没有认真依教奉行，让外头人看到我们这个样子，你看修复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，这个罪名就是地狱啊。所以不要以为啊，学佛一定会升起落实，不会堕地狱。慈云观定法师在《大师至圆通章疏钞》里面最后的一页列入念佛人一百种果报，第一个就是地狱。他说的好啊，说的有道理啊，我们不能不知道，不能没有警觉。那下面再说，因生善信，停息诸苦，因生功德，并如众也。啊，众生。其他的因生也有啊，啊，讲经的功德，念佛的功德，念咒的功德，那么都有这个无比殊胜的利益。这个地方讲的因生善心，它有没有把我们的善心引发起来？有没有帮助我们停息诸苦？就是离苦得乐。离苦得乐，现在就得到啊！真正契入境界，法喜充满了，欢喜啊！下面又说，又众生住有。真言种子字大乘经系中上一定有这些啊，真言就是咒啊，像往生咒净土宗的常常用这个，一般用大悲咒最多啊，藏传里面普遍的，我们到处能看到的六字大明咒，那么还有刻的大乘经系，这个中壮一生，这一些经咒随着因缘文呐、啊。啊，法音变法界，普度一切众生，所以民众一生，借如转送众生所居一切邪密净法。啊，这个众我没有见到过，但是我听人说过。啊，过去这些大德们说过，大陆上贤首宗大殿上的众大众，
里面所注的文字是一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注在中的上面，那敲一下就是一部《华严经》，不少啊，《法华经》的也多啊。随着天台宗，天台宗重视《法华经》，密宗道场多半是咒语。所以民众一生呢，确实正法愿闻，用这个来比喻说法的人，夜夜深中啊，皆遇无量妙义啊，中敲一下无量妙义，说法人也如是啊。所以说法的人要用真心，至少没有明文力量，远离七情五欲，七情五欲离了，当然还有习气啊，随缘随缘，是恒顺众生，但是心里头不落印象，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啊！也就是说不放在心上，六道凡夫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全放在心上，所以他的心是染污的啊。真正修行人他修什么，叫修行人真有功夫，他不放在心上啊，他心地清净。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这个法，一天到晚，一年到头，他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也没有。啊，他跟大众接触，一团欢喜。满面春风，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，心上呢一尘不染，叫真功夫啊，这真修行人呐 啊佛所教我们的，我们以我们净宗来说，三福六合，三学六度，十大愿望，全部都落实在生活当中啊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心怎么样？没染，没放在心上，这就对了。那心保持在经上所说的清净平等，就放在心上就迷了，就染污了，就不平等了，就迷了，不放在心上，心永远是清净平等，就一切时一切处都保持住啊，心里只有一尊阿弥陀佛，其他的什么都没有。阿弥陀佛。